欢乐大当家，讲完一个全新的手游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！我们这往返攻略教学啊，来来来，首先男女的话，我都给你们看一下好了，毕竟我们都是在介绍，都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其实他男女的样个样子，不过我应该会选男的啦。那我看觉得说比较多人也会选男的吧，那我觉得他初始第一个就蛮好看的，有点模拟古代的那种人物的感觉。你看他很像没有什么现代的发型吧？这个手游呢，敬请期待啊！它是一个全新的单关，单关在结合模拟经商哦。来，往返攻略教学啊。哎。哇哦，还要玩答题耶，写的哭晕了。哎呀，不用你讲了，走开啦。啊，我变农夫了，哈哈。好，你看模拟经商，有没有？这类型的游戏很像还有一款吧，之前很像我玩过一款，很像还有一款还没出，不过这款应该是公测了吧，应该是。然后你看，你又开始打工包子了。这样可以让你赚更多的金币。那开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去赚更多的钱。那这个游戏玩法与前期的攻略是这样，就是解它的主线任务这样。你看这边可以得到一些免费的资源。对，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全新、值得期待的游戏啊。那这边是它之后你会开启的系统，然后这边，现在的界面宅院都改成第一个了耶。我们之前玩那个挂机，它的那个主页面也是改第一个，为什么？然后之后有灵宠，甚至是手厨。哦，我觉得全新非常大作的游戏来了啦！不管怎么样，之后很多系统，前期就是一直这样弄下去。我詹姆是个员工嘛，有没有？然后就一直弄，想说怎么没有完成，然后你还在那边。其实我是想要看他冷冷啊，他冷冷的全图鉴还没看吗？这是两句，哇！所以你看里面的角色真的是非常有趣哦。那等等就是他的英雄系统，你可以都要提升，等等之类的。那可以看全图鉴了吗？也可以，这边就在全图鉴。有趣的游戏来了。等一下，全图鉴还没看到，就在哭呀。然后全人物的图鉴，你看他人物图鉴，哇，非常的帅，而且每个都会动，还蛮用心的。男角还蛮多的耶，哇塞！你看这边很多，所以女角是在家人那边吗？哦，你看这边那全图鉴，非常帅啊！冷冷，另外一种不就是家人？对，
哎，哇，原来是它出国际版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这是有国际版就对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